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看天宇犬舍，我是天宇。这个今天中午下雨哈、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酱酱生的五只小柴犬，都已经这个20多天了哈、啊，然后眼睛已经睁开，会抖了，会爬了。我们去看一下小狗。大家看这五只小狗，啊，都已经会站起来了，能爬了。然后这个这五只小狗和大家说一下有什么变化啊？19天大，是这个8月10号出生的。就是长得呢已经是特别快了，特别棒了，看和我的手电筒比我的手电筒一样长了。还有一个就是颜色呢黑的地方呢会褪，长出翅的来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嘴巴已经开始慢慢的变颜色了，可能看着我说话它有点害怕。哎呀刚才这个你看这尾巴已经会立起来，已经慢慢站起来了。刚才我过来呢就还摸着他们身上，特别的热乎，就挤在一起睡觉。外面现在不是已经秋天了嘛哈、啊，然后这个还下雨，今天有一点点冷。你看这一只，它正爬过来爬去，这小灰尘会爬了，看。然后这一只被定了，然后这一只被定了，这两只黑的被定了，中间这个小五呢，小五妹啊，我就自己留下。为什么自己留下呢？因为他出生的时候特别可爱，特别的可爱，我就喜欢他，自己留下。当然啊，这里关于一个问题是近亲繁殖的，有朋友可能会问了，这犬舍这个自己留下会不会近亲繁殖啊？这个不会哈、啊，这个请朋友们放心就行了。这个近亲繁殖在我这里绝对出现不了。看，这个脸超级圆。19天大，牙齿还没长啊，牙齿还没长。它的嘴巴看看已经开始慢慢的往下掉了哈、啊。刚出生的时候可能乌黑乌黑的，但这只很大方啊，这只很大方。现在小狗狗你看，拿过来。行，19天大哈、啊。现在只会这个稍微的走两下，再过5天，再过10天，再过15天、20天，都变样了，都只会越来越好看。你看，我呼唤一下他们，看能不能过来啊？太可爱了，这个啃它脚呢，你看，啃它脚呢。哎呀喂，这小狗的。小五妹，它特别软，它这个身上很软和的。嗯，你看它的体色会慢慢的变赤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？可以看得出来吗？跟它狗爸爸大熊是一样的，黑的时候就变赤了。这只，这只胸花特别好哈、啊，这只胸花很好。黑嘴巴呢也是开始退了哈，眉毛已经出来了，脸颊呢它这个脸颊的这个分布也开始退了哈，有没有？等到去现在之前就会退完了。这个产房里面用的灯特别暗啊，都是15瓦20瓦的一种小灯泡。因为狗妈妈在哺乳期啊不需要特别强的光线来刺激它，所以说啊这个只能保持安静的环境，保持安静的环境呢这个。所以说这个里面灯都特别暗，我就打一个手电筒。来，小哥哥，看看这个，这个你看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吃了？所以说这小狗就是几天一个样，几天一个样。它要长大后的样子啊。慢慢的爬两步了，你看，慢慢的爬两步，尾巴还是一天尖儿。等到这个满月的时候，它的尾巴就会卷起来了，看，就卷起来。你怎么回事？你也得出来营业了，你也得出来营业了。你看现在换它们还没动静，等到再过一段时间，你一换它，它就吱吱吱的叫，跟着你跑了，因为这个声音。
因为这个声音还是狗狗吃饭的一种声音，发出这种声音，狗狗就被认为有吃的了。狗妈妈的奶水呢也特别好，朋友们不用担心。然后我前几天发的视频说这个小五就是它会出现问题，你看都这么大了，都狗妈妈奶水很好哈，给它吃的呢还是不错的。哎呀，这个小五，哎呀，小狗以后长大的走向呢是随着它爸爸妈妈的走向，它长相成长的哈。虽然有时候小时候在这个母胎里面发育的这个可能稍微差一点，比如呢因为狗妈妈在怀孕期间吃饭吃的特别少，这个小奶狗呢可能会长得比较小，但是这个经过哺乳期啊，或者经过以后的成长啊，它就会长得很好了。对，期待它们再过10天满月的变化哈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到这里哈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来和大家再见吧，小狗狗，和大家再见吧，来，太好看了，拜拜啊，朋友们。